朝着你走一场路吧。一路上，我相信，当我们以舍己之爱来撒种灌溉，你能帮助孩子成长的方式来启发他们，他的人生旅途必须有绽放荆棘斗争的花朵，并渐渐长成。家长请起立，全体毕业生向最敬爱的爸爸妈妈行最敬礼，毕业生你站敬礼。绝对是你们的骄傲，家长请坐下。感谢师恩，全体毕业生向最敬爱的老师行最敬礼。毕业生李正，向后转，敬礼。向后转。谢谢国之都所有协助的老师及牺牲假日来协助我们胜利国小的王阿姨，我们跟英通新的王阿姨说声您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谢谢你，明年我们还要用一次。好，谢谢，谢谢大家。历程要献花及拍摄的